要经常洗吧，那个这个会堵的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你看它外面啊，只要你把这个原因搞出来就好了。那马这个不是，那马这个老是要堵住的，要堵的。要洗，还有粘度、断点，什么都要。它只要一停就得就要洗。松一点，松一点。要是你喷把机要断电的话，那就